以前的中国，汽车行驶不烧汽油，烧木炭，时速40公里。如今娶媳妇三大件：房子、礼金、汽车。话说咱单身狗勒紧裤腰带，掏空两代人的积蓄，好不容易走进了神圣的结婚殿堂，才发现苦日子刚刚开始。媳妇天天吃外卖要钱，柴米油盐要钱，更可怕的是三大件之汽车花钱多，保险费、保养费一样少不了。最怕听到的新闻就是油价又涨啦。但今天我要带着大家回忆一下过去，看看当年有车一族不烧汽油、烧木炭的日子。话说汽车第一次进入中国是在1902年，当时的时候，大清的人们对这种不吃草料而且跑得快的东西非常稀罕。汽车行驶在街头，经常有围观的人们。当汽车发动的时候，发动机轰隆隆的声音又会吓到一些看热闹的。那时候的汽车清一色的进口货，人家是烧汽油的。由于中国当时不产石油，因此所有的油料也是进口的。慈禧太后也是一个赶时髦的主，作为女人，她的好奇心还是很强的。为了讨好她，袁世凯特别进口了一辆大奔，自己掏腰包作为礼物送给了老佛爷。但老佛爷子一次乘坐就感觉不对劲儿，因为他发现司机竟然坐在他的前面，比自己还有面子，这可不成。于是他下令让司机跪着开车，并且认为这已经是开恩了，结果可想而知。司机这手上下忙活，脑袋既要照顾前方道路，又要看下面的油门和刹车，差点出了车祸。后来这辆车就闲置下来。再后来，据说德国厂家还特意来到北京，准备买下这个限量版的老古董，咱没卖。时代脚步走得快，到了30年代，汽车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了，但依旧存在着巨大难题，这就是缺少汽油，车开不起啊。于是，聪明的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发明。1931年，木炭汽车发明了，发明人叫汤仲明，他还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车身上。这种车使用压制成小煤球一样的木炭，非常耐烧。汽车加一次木炭能开4个多小时，最高时速40公里，也就是说能开160公里，这和如今的很多电动小汽车充一次电的里程差不多了。据说后来德国科学家也借鉴了中国人的发明，他们在2战期间研制成功了木炭坦克，一下子解决了在高寒地带汽油打不着火的问题，更解决了燃料不足的问题。不过这种坦克似乎没有在实战中看到过，